我是悠然，不叫悠盘。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精神咖啡已经被笑得没法玩了呀，所以现在的玩法是主二技能强行救人推难喽。不过本期视频呢是为削弱的时候玩精神咖啡出现了一个 bug， 堪称史上最强了。这局我们三个人都选了精神咖啡啊，汤姆被戳得快自闭了，完全站不起来。出现了一个很大的 bug， 这里可以看到汤姆被击倒了，但还是遭到我们不停的用一技能攻击。在他回血的时候本来是应该处于无敌时间，但是这只猫居然受到伤害并且在掉血，导致他的血无法回满，一直坐在地上完全起不来。还好我把这神奇的一幕给录了下来。这段时间持续了足足一分钟了，史上坐地最久的汤姆诞生。在这里心疼他一分钟，难道三剑客只能强行对猫咪造成伤害？这个秘密将会随着剑客太妃的改版而石沉大海，是永远也无法揭秘了。以后也只能在这个视频中回味剑客太妃的强大了。各位小伙伴们，能收藏就收藏一下嘛，全服唯一的 bug 视频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